让你再熟悉每一天。明知这一段情锦绣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坐下，坐下。研发部什么时候还负责布置会场啊？董事长要我来布置会场，多学习一点东西，安排一些事。好了，我在忙。慢点啊！没椅子，好像不柳潇潇小姐是国内著名的电影女明星，她能够再度签约美华，成为我们的代言人，更是证明了业界对于我们美华产品的信任与青睐。好了，那现在是记者们自由发问的时间了。柳小姐，昨天樱花会馆外爆炸事件，您侥幸逃过一劫，您能再跟我们说说当时的情况吗？昨天的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受邀前往樱花会馆出席他们的开业庆典，本来是跟仓谷先生站在一起的，可是中途突然身体不适，暂时离开了一下，谁知道竟然就发生那样惊险的一幕，我只能说是我的运气比较好，否则你们可能也看不到我现在在这里。我希望现在大家能够跟我一起默哀一分钟，为这次爆炸事件不幸遇难的死者祈福。你就站在了仓谷先生的旁边，然后说自己肚子痛，你就离开了现场。接下来，我说的对吗？告诉我，你的同伙藏在哪儿了？我不知道。你知道吗？从高空摔下的人呢，会死得很难看。你的四肢骨骼会被摔断，内脏会因为剧烈挤压而大量出血，头骨碎裂，脑浆迸出，
而你这张美丽的脸会变成一滩恐怖的稀泥，而你这副样子会登上各大报纸的头条，成为所有人记忆中最后的画面。如果我是你，我不会选择这样的死法。说出你的同伙，我会让你死得漂亮一些。恶魔，你简直就是恶魔！不说是吧？不要！不要！这么漂亮的女人，就这么死了，真可惜。顺着这个女人的线索，找出她的同伙。是。号外，号外，号外了！哎，拿份报纸。哎，你看，这幺幺怎么都死了？号外，号外！著名电影女明星柳萧萧昨夜集体坠楼身亡了。发生这种事情，前两天才刚刚开完聘用他作为形象代言人的发布会，没想到就出现了这种事。董事长，这种事如果处理不好的话，我们的产品销量会下降的。现在下面的分销商已经顶不住压力了，都纷纷要求退货呢。这锦绣，你有什么看法？这一个研发部过来旁听的能有什么想法？我觉得人是这样的吧，人的记忆力其实挺有限的，一旦有新的事情发生，大家就会很容易忘记旧的事情。继续说。如果是代言人出了问题，我觉得现在公司最紧急的事情就是聘请新的代言人。新的代言人会为产品带来新的形象，这样大家就会忘记旧的形象，对产品改观了。还有谁有更好的看法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就这么办。柳萧萧可是上海滩公认的美女，又是电影明星，现在想找一个跟她相媲美的人哪儿那么容易啊？关于这个问题，我已经慎重地考虑过，我觉得有一个人非常的合适。哦，是谁？殷明珠啊。殷明珠是全上海女人心目中最美的女人，她上回帮我们拍的广告画反应十分好，如果是她的话，我觉得可以胜任。的确，还有谁比我们的上海之花殷明珠更适合担任美华新的代言人呢？代言人的事情我恐怕不能答应你。是不是钱的问题？费用我们可以再加。你觉得殷明珠会有缺钱的时候吗？那要怎样你才肯答应呢？财务监察权吧，你给我财务监察权我就答应你。这不可能，财务监察权的事情我们已经讨论过了，我明确告诉过你，美华的财务只有我才可以监察。那大家没得谈。董事长，良友杂志社的人来了，您看要不要安排一下时间见面？没看到我有事情在忙吗？不见。啊，对不起，耽搁林董事长您几分钟时间。我是良友杂志社的记者钟平，兼职负责外联事宜。我们良友要在上海举办一个最美新女性的活动比赛，希望美华公司能够作为我们的活动赞助商，这是我们的企划案。最美新女性，我觉得你们的企划跟我们的定位非常吻合。美华不仅会作为赞助商，而且我们还会提供一项额外的大奖，那就是最美新女性的冠军将会作为美华新一代的形象代言人。那再好不过了。玲玲啊，玲玲，今天晚上有音乐会，要不要去看？
玲玲，玲玲，人呢？董事长，您找我啊？锦绣，我要派给你个新任务。新任务？我要你代表美华参加由公司赞助良友主办的最美新女性比赛。我？我听到是董事长让他去的，说是亲自给他报的名。林美华，显然是要针对我。啊？如果他想玩，我就好好的陪他玩。经理，你帮我去报名参加那个什么比赛，我就不相信我会输给荣锦熙。好了，各位嘉宾，现在我们的评选正式开始。你快看，锦绣姑娘参加了良友举办的最美新女性的比赛，还进入了复赛。这种抛头露面的事情，她怎么也去参加？二爷，这个你就不能怪锦绣姑娘了。这个比赛本来就是美华公司举办的，明珠小姐也参加了。明珠也去了。好啊！哎，给我来一份。城中热事大热门，最美新女性比赛今晚决赛，个个都是大美女，精彩不容错过。我就说吧，最看好锦绣了。你看现在最热门的就是锦绣跟明珠，你一会儿多给他打几分啊。下去。哦。按照现在的得分，得分最高的是殷明珠。荣锦绣紧随其后。
不错啊。都给我安静，要不然我就杀了他。我们无冤无仇的，你为什么要查？我跟你没仇，我跟他们有仇。台下的各位评委们，你们还记得孔冰冰这个名字吗？对，我参赛了，可是你们初选都没让我通过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让他拿冠军？那我呢？我呢？睁开你们的眼睛，好好看看，我哪里没他美啊？哪里？你们说话，你们说话呀！你给我把他放下！别过来！你要是敢过来的话，我就杀了他！你们都听我说，你们凭什么不选我？绕到后面去。是。凭什么？我的老公，我亲爱的阿龙，我当时为了他，抛弃了我的家人，跟他私奔到上海的。可是他，却跟着一个小狐狸跑了。不，他一定是认为我没有那个小狐狸长得美。要是你们肯选我当冠军的话，那我就成了上海滩最美的女人。这样的话，阿龙就不回来的。那你们为什么不选我？为什么不选我？这不公平，这不公平！我恨你们，我恨你们，我恨你们所有的人！铁军，不能欠荣锦绣这个情。疯女人，我觉得你又可怜又可悲。我不可怜，我不可悲。只要我拿到了冠军，我的阿龙就会回来的。你难道没有发现吗？其实这一切都只是你的想象而已。你看你的样子，你这种条件，我是阿龙我也不要。整个上海滩的男人没有一个会要你的。不，你胡说，你胡说！我的阿龙会回来的，他会回来的。你能不能不要活在自己的幻想中？其实你心里清楚，你知道你拿不拿冠军和你那个阿龙要不要你没有关系。就算你今天拿了冠军，他一样跟别人私奔。你明明知道，你还不愿意承认。作为女人来讲，我瞧不起你。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！我的阿龙会回来的，他是爱我的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他不会回来的。不，他会，他不会。你是一个贱人。我要杀了，我要杀了你！是的。荣锦绣，我们互不相欠。不管怎么说，姐姐刚才还是救了我。想办法收拾这个荣锦绣，他就要骑到咱们头上来了。你以为我不想吗？每次都被那个林美华给拦下来。那怎么办？你去以向先生的名义联系美华公司的其他股东，
我要请他们吃饭。好。哥，你找我啊？你来了，坐下说。我听他们说，最近你经常找那个荣锦绣。我告诉过你，左镇对那个女孩不一般，所以你最好跟她保持距离。所以你是为了你的好兄弟左镇来警告我的吗？哎，如果你只是赌气，我劝你早点收手，免得伤人伤己。但是如果你是认真的，你真的喜欢那个女人，我一定会全力支持，因为你才是我的弟弟。请您等一下，钱天先生马上就到。找到那个女人之后，立刻杀了她，做得干净点。是。你在找这个女人？这不关你的事，做好你的本分工作就好。美华公司的事情你调查的怎么样了？林美华死都不肯把财务监察权给我，我没法查下去。不过我会尽快想办法的。快一点，我就快没有耐心了。前田为什么会想要杀荣锦绣？荣锦绣做了什么？怎么会成为他的目标呢？如果我把荣锦绣引到前田的面前，董事长，你找我啊？药妆的产品雏形我都已经试过了，很不错，没有辜负我对你的厚望。这是我们五号研发部的同事共同努力的结果。嗯，大概什么时候可以量产出货呢？但是我们现在遇到一个问题，有一种原物料它的产品过于稀缺，导致无法量产。我现在在找一种适合的中药来代替。大概需要多久？大概需要一个月的时间。太久了，半个月吧。半个月之后我们就召开新闻发布会，正式推出药妆。到时候我要你来主持这场发布会，而且在发布会上我会正式宣布将聘你为美华新艺人的产品代言人。我？嗯，董事长，我不行的。上次不是说请明珠小姐当代言人吗？他提的要求太多，我没有办法满足他。我，董事长，我可能真的做不来，我没有这个资格当代言人的。锦绣啊，你怎么对自己那么没有信心呢？你是这次比赛的第二名啊，你是我除了明珠之外最好的人选，而且跟明珠相比起来，你的经历更为正面、新鲜、有活力，又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人。我都那么信不过你，你还担心什么呢？我信不过我自己，董事长，我真的不适合当代言人。好了，我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。
荣锦绣做新产品的代言人？嗯，消息已经下达了公司各部门，应该不会更改了。出去。等等，叫荣锦绣来见我。好。荣锦绣，既然你要百般阻挠，就不要怪我心狠了。2:30你从公司出发，3:00你到南京路635号永安百货门口，会有人来跟你拿。报告长官，梅子说，请您3点务必赶到永安百货门口。他没有说是什么事情吗？没有，他只是说有急事，请您务必赶到。找到那个女人以后，立刻杀了她，做得干净点。荣锦绣呢？啊？哦，她出去了，说是去永安百货送东西。我不是让他2:30走吗？他说怕送晚了，半个小时前就走了。奇怪，不就是他让锦绣去送东西的吗？先生，你没事吧？
刚刚谢谢你救了我。不用谢，不过你以后不要站在马路中间发呆了，很危险的。我们之前见过面吗？为什么我觉得你很熟悉呢？下周是美华公司的药妆新品发布会，如果破坏了，我有信心掌握公司所有的最新动向。欢迎大家来到美华公司最新的药妆产品发布会。我们的中药里面含有金银花、虫草、土茯苓，可以让皮肤变得更加的粉嫩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吴小姐，不要拍照，你先停下。吴小姐，你讲两句吧。人只能